第三节后半会不会看到他们两个再继续来多攻打一下？但事实上好像没有发生。没有。对，赖峰博的外线投射进，三分。我切入禁区，哇！球还在界内，强森哇，直接暴扣。哇，刚会不会耗费太多力气哈？中线在第一线，赖峰博。不切也直接带一步跳投，小黑切入到禁区射手，重要的一击哦。剩下七秒钟，小夫的出手有难度哦。有。今天工程师的防守真是拼出了全力。球弹进去，对，赖廷恩也回到场上，强森三分线的出手，哇，今天的第二记三分球，傅博的出手，林志杰拿到篮板，野兽已经切入禁区了，哇，所以虽然说射一个背后一球，再吊给赖廷恩。切入之后抛投没进，林志杰篮板有，连得四分呐、啊！现在驱赶艾夫博，艾夫博切入到禁区，碰到第二道防线，小夫再把手举起来，艾夫博强行切入，刚好到底能够有多少的防守的能量？强森三分线外再打进，第四节的强森苏醒了。球给强森，同样的位置他再罚，反了。哦，强森从右边直接暴扣啊，是桂宇助攻。哎呦，这个脚步有点危险了，就发生失误了。桂宇要来单挑小烈朱云豪，追平比分的一个左手上篮。对，下半场的第一个 field goal 来的是时候啊。哇，艾夫博要来处理球，哦，被包夹。艾夫博绕开之后，在赖廷恩的面前拿下分数。艾夫博哇，在这个地方收球，哎，阿飞没给他选择，自己投进了。哇哇，今天得分不多，但是两分哦，非常的拿到，给志杰 ，kick out， 小夫，哎，这个球就发生失误了，艾夫博跑在前面，这两分被他拿到。对，那来自于小夫这边比较不小心的处理哦，那这整个气势一下子倒向了工程师这一头了。那志杰再拿到小球交给小夫，没放进。好，时间要到了。好，最后张伟平的出手没投进，比赛结束。工程师以90-89在主场拿下了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利。对，那艾富博无疑的就是这场比赛最重要的功臣了。那当然，几位替补球员的这个表现，其实也是要获得我们很多掌声啊。没错。当然，今天在这个原本三大的这个优势下，并没有在这禁区拿到那么多分数，是勇士队比较可惜的地方。没错，工程师全队都相当的兴奋。那拼超过30分钟的老将林志杰，今天也完全的燃烧自己，野兽除了得到22分之外呢，也抓下了16个篮板球。不过这一晚镁光灯的焦点要属于艾富博的，对，绝对是的，这个大号的 double double 啊。